你房间要聊什么事？刘清源，我建议你最好是什么都别说，快被回长听到心烦，以后就不想要回来。我假是真，我现在是你的太太。我的太太没法跟我生囝，结果去外口跟别人偷来暗器生囝，我需要我自己的空间还有时间冷静。就我两个人干代志，你有法承受两个人？一个一个拢来找我算过账，敢有啥老到去的？你若是不爱花一条活路偷行，那安尼我去运山路，嘛要拖一个大个狗做伙去。老公，后一拖明天就干你，因为我店间就有情趣饭店哦。你抢啥？想要抢我的物件？那是你，你甲伊差30岁呢，放过吼，甲恁查某囝，你会变做查甫囡仔嘛？明白，你房间要我聊什么？刘清源。我建议你最好是什么都别说，快被回长听到心烦，以后就不想要回来。我假是真，我现在是你的太太。我的太太没法跟我生囝，结果去外口跟别人偷来暗器生囝，我需要我自己的空间还有时间冷静。你想要干什么事？你要扛起家里那边去啊？你都要建议我都要反悔，你听根本就无我，你免遮委屈，你家己，你去再找家里呐。你那么精神，你监督家己呢？真就是死。真的。我真欣赏你，归去你来帮我做代志。你若真正要搞买收，就是我出去啊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，我你永保安康。